你干嘛呢？我正减肥呢，天天吃草啊，太痛苦了。我得让这些浓郁的北京味缓解一下我的痛一聊北京味儿，就这点东西真没创意。就你这理解能力，我估计你努力减肥减不下去。又跟我这抬杠，是不是？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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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！一聊到老北京味儿啊，就是什么豆汁儿、焦圈、炒肝、卤煮的，虽然没错，但我这么一资深吃喝玩乐爱好者，我怎么能不推荐给您点别的呢？所以今天我们就开着它2017款的传祺 GS8 2.0T 四驱中配版本。你可能会想啊，哎，这20款改款都出来，你怎么还开老车呀？主要是因为这款车是我们的自购车，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啊。而且我一点都不觉得它设计特过时。你看这头灯造型，哎，里面4个灯头设计多么现代。而且车头呢比较显大，车尾也一点不拉胯，整个造型方方正正的，还比较符合大家对中型 SUV 的一些预期。而且一款 2.0T 四驱7座版本的 SUV， 价格还不到20万，这还挺划算的吧？那今天就让我们开着它，开启我们的美食之旅吧。北京姑娘，我跟您说，北京的味道可不止这些，很多北京味道是藏在北京城深处，很多老北京人的记忆当中的。今天我就带您去寻找一下我小时候的老北京味道，咱们一起麻溜走起。第二站，赵府街67号就是我们这次要到达的目的地了。赵府街副食店本来是服务周边群众的，但现在成为老北京小孩寻找童年记忆的一个好地方。原来呢，它的门脸会更加古朴一点，现在换了铝合金门，差。那么远，就为长建院，我就为找这个地儿。我们在他们家买了10多年了。这个就是非常著名的水粉块广告牌，正宗的炸酱麻酱专用瓶儿。这写着呢，对吧？麻将专用瓶，这是我从我们家找的。14，下水一点一点调，别给它积死。嚯，您这叫28酱。28酱。这个不叫各种酱。师傅，您挺豪的。拿个小箱子，搁几个袋里边。把你磕了呀！过来磕了，磕了。啊，您是代购吗？我还代购啊！天天每次回家都得着急。28酱。28酱，你看这大爷的，这是我的啊！别弄错了，视频为证。拜拜。麻酱是小时候就吃这种味道。对呀，这叫大麻酱啊。我知道咱那买的。爸，我看你喜欢吃黄豆酱的。你吃老北京炸酱面啊，它就是这种酱。都是他回家给你做的，做的好吃，我们就买了。再一个，享福了。行，走了，慢点哈，拜拜。
四道店里啊，确实有点可惜，因为没能跟大爷好好聊聊天，主要是因为大爷真的太忙了，小屋里没开空调，所以特别热，客人又络绎不绝，所以说啊，我们就决定还是不要打扰他了。那接下来呢，美丽姐就要带这两罐二八酱去勇闯北京城了，千万别小看这两罐麻酱，这里面可蕴含着不少老北京人的回忆。开在大马路上，我这心就踏实多了，因为我很少在那么窄的胡同里开这么大车。不过好在这车有全景影像、前后雷达，让我放了不少心。包括转向的时候呢，也有单侧车轮的这个影像辅助。当然，如果您是老司机的话，完全可以把它关掉。配置方面，这车非常丰富，比如说座椅通风、座椅加热、方向盘加热、无钥匙启动、无钥匙进入、Auto Hold， 关键都非常的实用。那动力方面呢，这车全系使用都是 2.0T 加 6AT， 包括那个新款使用也是 2.0T 加 6AT， 急加速的时候变速箱降档反应不是那么强烈，当然我相信你也不会在这样一款车上追求什么运动性。但是你要说它家用吧，有两点我确实不太能接受。第一个就是这第二排座椅它确实有点硬，第二个就这扶手箱，我承认啊，它很宽大很实用，哎，里面呢空间非常的不错，但是你就不能把这口给我封上吗？我能承受它乱在里面，但我绝对不能承受它乱在面上。门呢就是正阳门，穿过正阳门就是前门大街了。想当年路没那么宽，店没那么多，地上还都是土路了，时代发展了吗？俗话说嘛，肚里有粮心里不慌，吃点麻酱怎么行？接下来带您品尝一下美丽的童年美食，客官您里边请。小吃店是一家清真馆的，这个馆呢其实创办于1926年，到现在也不少年头了。而这块鲜鱼口的店啊，是在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有了。其实关于北京小吃啊，我小时候能吃到的机会不多，除非呢就是偶尔下馆子，要不然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去打打牙祭。那我今天呢就来奢侈一把，走。小时候想吃的、爱吃的、没吃着的全都有了，咱挨盘看啊。首先就是这豌豆黄，哇，口感绵密，然后奶油炸糕、炸糕、爱窝窝、椰丝饼、年糕、驴打滚，我的最爱，糖耳朵开口笑。我面前还有一碗面茶，老北京有这么句话啊，叫午梦初醒喝面茶，姜丝麻酱总是佳。那意思呢就是说睡醒午觉之后来这么碗面茶，那绝了，太舒服了。这面茶啊是用小米面、玉米面就这么熬的，然后上面再淋一层麻酱啊，撒上点那个芝麻盐，然后再加上点黄豆粉。喝的时候啊，咱不用勺也不用筷子，咱就那么溜边吸溜着喝。当然，如果您觉得有点散德性的话呢，咱也可以用勺子给您演示一下。这也凉是吧？对，接下来尝一驴打滚，最爱驴打滚，上面撒点那个黄豆，然后里面是，口水老往流，你知道吗？
边这个馅儿疏松软糯，但你吃的时候小心这个黄豆粉别呛着你。嗯，再来炸糕，或者炸糕分量够重的。还以为有油饼呢，我说有油饼，咱家就俩油饼。还有油饼，咱家就俩油饼。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。Yeah. 还有一大跟头，今儿呢，咱也品尝了不少了，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。如果说您是不那么喜欢吃甜食的话，一定要尝一下这豌豆黄跟驴打滚。如果说您比较喜欢吃甜食，可以尝这奶油炸糕跟糖耳朵。如果说您特喜欢吃五仁月饼，可以尝试一下这爱窝窝，没准您会喜欢的。还是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，都来品尝一下，来体会一下老北京的味道。叫南碗北记烤肉流，说的呢就是烤肉碗、烤肉机和烤肉流。今天我们要去的就是著名的烤肉流。我又饿又瘦，感觉可以吃下一头牛。我们今天点了什么？烤牛肉真的好吃，我之前吃过黑椒牛舌、羊肉、酸菜、鲜羊上脑、烤红薯、炸鸽子、拍黄瓜、芥末墩儿、炸馒头片儿、黑羊臭豆腐，绝了！来吧，上菜。烤肉啊，是老北京一特色美食，吃的就是一热闹劲儿，号称是男人的乌托邦。老质子中间都是铁丝，里面都是漏的，这样的话呢，油脂会滴下去，这肉啊烤得焦而不腻。那新质子呢，它的烤盘变小了，而且中间都封起来了，这样的话能把这个肉汁锁在里面，也特别的好吃。不说了啊，咱们直接开始，咱们先来尝一下羊肉酸菜，之前没吃过，看看它怎么样啊。吃质子烤肉啊，就得不停的翻炒。来了几位，哎，就翻一个，他就给我配上。哦，好好好。别拿给您放了。哦，哎呀，掉了。这个调料放在边上，老板还挺热情。先让我白嘴尝一口。气儿飘飘，仙气儿飘飘。这质子必须勤换的。哎，你好，帮我换一下，谢谢。谢谢。这
柿子刚上来的时候啊，它其实有点凉，不能马上烤了，你得等它烧透了，大概3到5分钟，然后你就手往上一放，感觉哎有热气儿了，热气儿往上走了，你就可以往上放肉了。趁等的时候吃一块烤馒头片儿，我跟你讲，这臭豆腐能抹多了，抹多了它咸，抹少了吧，它味儿就不够窜。这个时候就考验技术的时候了。这个温度可以了，20厘米左右，觉得烤熟了。然后接下来我要烤牛肉，咱们换一个口味啊，这个牛肉也特别好吃。来，我真是肚歪了。我觉得吧，这里边酸菜羊肉和烤牛肉是最好吃。当然你知道谁的表现最好吗？我最爱酸梅汤。哎，好了，都给我吃困了。为什么品尝一种味道就能立刻唤醒起温暖的感觉、美好的回忆？这些简单的感知，机灵却相当不简单。它代表着我们生命当中早已留下了一些印记。这是北京，美食之所以动人，或许就在于它连接着我们的味蕾、感情与心。而守护我这份味道，让它没有变味儿的人，正是这群生活在胡同中一直不断坚持的老人们。希望这些味道不会随着时间慢慢被淹没在胡同的瓦砾下，或者消失在老人们模糊的记忆当中。好了，我是美丽姐，一个地地道道，有时候还有点二不拉几的北京姑娘。味道全是减肥利器，快尝尝吧。这是个啥呀？